大家好哦，现在伫迄个寿丰东华大学边啊，遮哦，接一块细笔的土地，啊，111.84坪，啊，这售价是155万总价，啊，这土地吼，迄个临这个细笔的国有土地吼，还咧。都市计划内农地吼，农业区啊，这土地出入就是这四米路啊，这土地寸就是面宽吼14米，啊深度是24米啊，这个土地吼按外口的马路吼，经过这个公有的土地220公顷吼，就会使来到咱这块细笔的土地。出入无问题。这现场吼，这是迄个土地吼的入口啊，这四米宽的牛车路啦，即卖也无怕阿摩托啊，这咱这土地吼，来到这个自学车站吼，大概是4分钟的时间啊。咱这生活圈吼，拢伫这个自学车站一条商圈吼，这自学中正路吼，这规条拢是商业区吼，盖老一个食的物件啊，啥拢有。啊，这个是迄个 7-Eleven 加迄个全家便利商店，这伫迄个中正路吼，接台球线这路边遮，啊这。中正路吼、哦，这个商圈拢伫遮，哦，遮有迄个大卖场宜德吼、哦，这个卖这个家庭百货五金呢，哦，还有这个统冠生鲜超市吼、哦，生活介方便吼、哦，遮大学生介济吼，买物件介方便。学生宿舍的哦，看地卡电话，我带你来看。我是永庆不动产林立伟，我的电话是0932199179。哦，谢谢你。